他们研究的吧？对他们研究自己乱弄的。实验室。好啦，你不要骗我，这就是 Outlast 对不对？啊，我觉得搞不好跟我们那时候讲的根本就一模一样。这已经是恐怖精神病院了。不是，因为我们拿到那个卡片跟海边的那个上面写的是一样的字。所以我们要先去海边吗？不用嘛，我说那个不是有那个货柜吗？货柜上面的字也是那个啊，撒哈拉。哦，是啊，跟我们拿到的卡一样。原来如此，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什么其他东西？真的呢，用来开门。哎，那我还蛮好奇，撒哈拉当时也是撒哈拉。房卡它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说什么卡片有两张啊？我们是只要拿一张就还是两张都要？这一张好像是说是就是要开那个地下的那一张啊，其他张好像是开别的地方。哦，那张不是说是只是就是这个的线索吗？哦，三张房卡的照片嘛。所以我们回家了，还有要去找其他只开回家吗？还是不用？我觉得应该不用吧，这张是主要的吧？这张就是主要的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直接过去啊。该、啊、所以该回家吗？还是你要先探一探吗？该回家了，要走另外一条路吗？这里还有一条路啊。啊，对啊，这边是还有一条路哎、欸。啊，那往下，往下看一下吧。天美应该都已经长大了吧？我觉得。对啊，他可能已经十八变了。对，长大已经不需要我们了。长大然后生很多沙威玛来找我们这样子，搞不好对啊，搞不好已经成家立业了，然后我们还在这边。我要吃肉肉，哎、欸，我要吃肉肉，你怎么把我肉吃掉了？那是我自己放的，干燥蜥蜴放下去就直接好了。啊，我的肉呢？你们这上面煮肉是吗？我要放一块，抱歉，我放一块给你，我放了，这边有很多炸药啊，如果没有拿满的。炸药满了，炸药是满的。哎、欸，有一块肉是腾空的、欸，帅。肉是腾空，因为叠太多肉了。嗯，有听到叫声，我被剧透啦！我被剧透了，快把它崩掉，把它崩掉解崩，然后再把它崩掉。我要剧透你们！哇、哦，好多好多好多只哦！把它崩掉，再把它解崩。我要剧透你们！哎、欸，你肉也放太多了吧？我没有，我放两块而已啊。哎、欸。还是我不小心手抖，我放太多了，是我放太多了。不要再吃啊！吃什么？吃队友是不是？对不起。哎、欸，小孩打人打也会痛哎、欸，会啊。小孩现在打人会痛啊？我以为不会。谁攻击谁是我？好、欸，我在捡树枝哦，不是我。我现在才来哦，不是我。我在射团团的方向，我不是射你。所以你是射你，刚被打是你打我啦。我是用射的，我不是用打的。好，所以是你用弓箭射我了，这就很难说啊。哦，四楼跟一楼要大战了，太远了，懒得。一楼抢到四楼这样子，看来一楼要去拔网路线了。哦，完了，四楼没有网路啊，了解。哦，原来都是允月啊。啊。乘客名单，记，还有钱币，好多钱。捡钱喽！打尸体也有钱哦。捡钱喽！可是我觉得钱其实很多了，应该不用打尸体啊。这边有钱收。有收声，有收声。哦，这里，你在干嘛？他在跑步机。哈哈哈！他自己跌倒，好多钱啊！他跌倒好多钱啊！干嘛啦？你干嘛？哎呦，哎呦，好会翻！干嘛？真的很会！哎呦，好会！跑走了，真的是很会，就回来了，跑回来了！哎呦，跳去，就很会翻呢，很会！哦，打我干嘛啦？哎，干我什么事啊？那钱哪来的啊？你好像是他跌倒的时候拿的，我钱已经懒得捡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多了，你看你们要不要带一点食物啊？宝宝等一下可以靠。我身上很多很多正常的肉、欸，对啊，我也是，我想吃那种妖魔鬼怪。我也还有正常，这边最小了，我至少还有很多果实可以。有洞哎、欸，我要放个炉火了，我要煮肉了。有洞吗？哎、欸，谁看到我？哈气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洞你没有要下去吗？那个海里面那个烤肉喽，你们可不可以派一个人下去看一下？我这边就是腿，
伸腿。哎呦，爱吃鸡腿。谁一直把尸体丢上去，害我不能点火。有点到点到了。我决定要帮大家放手跟腿了。好，我帮大家烧一点钱。烧给谁啊？烧一点钱，你要烧给谁？烧给这个火腿。头滚下来了，导致你不要怕。头滚下来了，那个头从远远的地方慢慢滚下来，超恐怖。近看你。是。哎，那头在弹呢？为什么？有人在捡吧？我在玩它。哦，我想说他怎么一直在弹那个。所以你们有人要下去这个洞吗？没有的话就我下去哦。好，另外一边有洞哎。另外一边是往上，哎，他那边水是不是也是深的、啊？也是往下的啊。哦，吃没有？有那个有灯没插？还有人要吃吗？还有人要吃吗？我还要再放吗？不用了吧？没有，我想把这放下去烤，这个生肉一下就会。这个是哪里呀、啊？哦，这是哪里啊？全部是脚跟手啊，放不下去了。前面有那个、哦，哎、欸，这边是另一区耶、欸。哎、欸，有鱼哎、欸。塞不下去。哎、欸，有一只吗？不好吃哦。啊？刚跟杰瑞好像不是这边哎、欸。没有啊，我是。对，他们在那个洞的水下面。洞的水下面。他们在往下吗？不是我们这个洞，不是我们这个洞，对吧？对，我们两个洞。不是在我们刚刚烤东西下面、哦。可是你们可以来一下，这边有可以拿的。啊，来后面，走，左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后面。哦哦，左边、右边、上面、前面。右边、上面、下面。A B B A B。让我解除一下总。等一下，哎，我现在发现原来蜘蛛女也会讲，也会发出声音，哎，就讲话。会。还会稀稀疏疏的在那边讲。她讲什么？就哎，不，听得懂吗？就稀稀疏疏。对，好想骗，最好是这样。真的啦。你们自己去听，哎呦，吓到我了！哎嗨嗨，没有啊，我跑一下，他在跳踢踏舞哎，你帮他配音的是不是啊你？是啊，哎还有哎，后面还有在打你，嘿 ，hello， 安安，哎谁踢我？哎，哪野人哪来的这么野孩子啊？哪里的？妨碍人家扒皮。我越看他扒皮，越看越像那个哎、欸，越看越像章鱼哎、欸，好烦哦、喔。章鱼哦、啊，对吧、啊欸？啊！我踩到火了，谁在下面点火？鱼啊，跑不进去！哎呀，哦哇！起来了！啊？哎、欸，还有大只的，还有、欸、没有小只的？小只，咻、嗯！哎呀！啊，没射到！你来，你厉害，你来！没有啊，我没有说你很烂，你干嘛？你哈哈没射到哎、欸，哈哈没射到，羞呢？来跳舞，这边在玩神奇奇耶、欸！我的那个了，你那个在那个了，回去那个了，哇，那再往前就那个了，所以前面不行，那我们回去吧，这边就不要管了。哎、欸，这边可以那个记、欸、录，前面四个人逛。前面又是四人副本了，是？所以只要过那个岩石，就会变四人副本了。对，感觉是这样子哦。有共同被骗啊！啊，跟我的那个松饼和她的男朋友。走。松饼和她男朋友有空，你可以把那个松饼和看一下啊。他们两个还没有来电，就跟他配成一对了。哎、欸，其实还是说直接回去，不要探前面啦，因为前面都是四人的话，这样不好玩。可以啊，对啊，我们就回去吧，就直接回去吧，走主线啦。好，走主线，走。走。哎，所以哈基那个，我们要去哈基那个区吗？没有啊，不要，我们直接回家。没有啊，就回去啊。直接回家。那个大门呢？好，直接老大拿这个白痴。大门哦，今天要来破关吗？不知道进去之后还要干嘛？应该可以。对啊，不知道到底破关。所以要回空洞那边吗？对，要回天坑，要回天坑。我觉得底下，我觉得破不过关应该不是重点，天美应该想我们了。没有吧？他搞不好不想啊。对啊，他搞不好过得很快乐啊。对啊，他说他跟野人过得很开心的。对啊，他都生跟他想生小孩。不是啊，你要孩子长大，让他自由出去飞翔。谁是天美？这里有火、哦，可以烤。谁是天美？他谁啊？对对对，最后就是这个。谁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吃一下肉。天美是那个啊，被一开始被掳走的小孩啊。对。我们的主线剧情要去救他。对啊。对。你们还要吃肉吗？
还放了，放了。我们的玩具还差他的头跟右手。嗯。哎、欸，我差我没有拿到左手哎、欸。啊？为什么？他是在一个桥上哦。桥上我，可是桥上我有没有拿、欸？桥上不是有拿吗？哎、欸，还是你没有哎、欸。我没有手。跟一个是没有手。哎、欸，我也少一只手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没有少一只手，少一只手少手正常啊。少一只手，少右手。那你们有身体吗？我是两只手都没有，沒有啊、我没身体耶。没有身、嗯，好神奇哦！然后大家都有攻，大家都不一样哎，对吧、啊？我在头是在那个啦，在地图那边。哦哦，你们还在那边烤火吗？那我们等你一下，我们等你们。我们这电脑游戏没错，我吃掉了。对啊。啊，好多手表，那我们只好集资了吧？集资做一个那个吗？做一个机器人出来，可能手跟脚会多一点的机器人。那手大概十，大概八根，然后那手也八根，人家把脚把手插在头上啊，是手霸王，那就变野了机器人了、欸，他就变成沙威玛机器人了。对啊，杰克回家啦，杰克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嗯。其实就不喜欢跟我们住啊，没有，他已经延误了很多天的别人，他已经很喜欢跟我们住了，好吗？对，他已经延误了很多天了，他已经太喜欢跟我们住了。对啊，可以把绳子切断吗？可以啊，切啊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想干嘛？我跟你讲，你在绳子末端放火引火就好了。什么？在木板那边放，赶快放，赶快放！一上来大家都烧到。哎、欸，你们好快、啊，走好快、啊。停下来，干什么？给你买两，我要走了。我爆了！走了。可以切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可以切吗？哦，这边走路好烦哦，一直蹲。对啊，蹲去，一立蹲。哦，这边还有个往下的啊，不要理他好了。回去。我对于那个门后面的世界感到非常的好奇。不会啊，就医院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很好奇他的医院是怎么弄的。嗯，白白的。静静的。静静的，哇，外面是晚上了、哦。哇。那这边睡觉要睡啊，这边睡啊，这边有睡帐篷吗？睡下，对啊，睡下。进来，进来，里面。回来。这帐篷可以挤得下这么多人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没有，因为我跟那个，对，我们都刚刚回来了，走出去又都回来。先记录，自己瞧好位置哦。这个位置要有点难瞧啊。他都很喜欢把一些就是可以捡起来的物品放在帐篷里面，然后让我们没办法。我捡。捡不起来了，捡不起来。哎、欸，对。哦，好，有。很坏哎、欸，故意把那个数字丢在前面。有了，睡了。你先回，我可以睡。啊，那个。可以睡，然后被大家推到，然后取消了。对啊，被推到，我想说我一定要睡。耶耶。吃东西，去外面吃东西。饿了。去外面。你听到喵哈的声音？对啊，我们现在去救喵哈，他被叫，他还叫我们啊。他在用心灵控感应叫我们，叫我们去救他。心灵。哦。算了，原来是救喵哈哦。我的游戏 crash 掉了、欸。没有，还好。那你刚刚有记录吗？就 crash 了，有刚刚有记录。哦，那一定要。那就等你进来，直接冲进吧。那我们就煮萤火啦。嗯嗯。煮萤火。对啊。好吃吗？煮萤火好吃吗？赞！饿了。赞！我可以点火，然后烧钱。我也要烧钱。新鲜的萤火。哎呀，露头直接在那边。可以，我现在一开始放一个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超鬼食欲。有，我放了两只蜥蜴进去。哦，水啊。这边有腐坏的肉啦，看你要不要吃。都是腐坏的，我就丢掉了。生肉。还是可以吃啊，又不会怎样。我再放两块生肉，放了很多生肉进去，吃，我吃饱了。我应该烧蜥蜴也爽，会不会全饱情况下再吃会不会变胖？变胖不会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消耗特别快之类的。对啊，不然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然他那个。